队这次面对更多的挑战，像是特洛伊中三公尺高的木马，昂然矗立在古老的希腊城内，像是急速快感中的进口敞篷车，营造高速奔驰的乐趣，像是大秦帝国中蜿蜒的万里长城，低诉着无言的历史，像是战地情人中的飞机大炮，与狼共舞中的印第安图腾柱，远离非洲中的丛林动物，就像哈利波特爱吃的全口味豆一般，不试一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。多功能淋浴间使用说明：幻彩珍珠按摩浴，哎呦，进口七彩珍珠按摩浴缸，色泽丰润多变，搭配浴室造景，呈现出梦幻般的沐浴世界。当浴缸中的水不足时，即使按下启动按钮，也无法启动按摩功能。当浴缸中的水盖过按摩喷头后，有有啊，按下按钮便可以启动按摩功能。哪一家的？同时，浴缸中的它其实那个 menu 会有写，以及专为您精心设计的浴室梦幻灯控系统，将同步启动，为您编织最浪漫的水上剧场。瀑布水流式按摩浴缸，瀑布水流，将浴缸中的水接满时，按下循环水流启动按钮，水会从内缸满溢而出，进入外缸，再流入内缸，如此循环流动，形成恍如在瀑布中沐浴般的梦幻场景。发式围棋浴，调整地点前的冷热开关，使水温适合您的需求，然后躺在符合人体工学的浴垫上，享受一段发式围棋浴。针对全身九大穴道的冲击按摩，经医学设计的节奏将使您完全松弛一天的疲惫。冲浪拳，哇靠，还有冲浪拳啊。当你按下冲浪拳启动按钮，可立即享受冲浪拳带来的特殊水疗效果。我们没有蒸汽室，您只需将蒸汽定时按钮切换至所需要的时间，在一到二分钟后，就可享受到经过 RO 逆渗透处理过的纯净蒸汽。蒸汽出口位于左下方，您可以将精油倒入暗藏内，享受一段芬芳蒸汽浴。蒸汽启动后，出口温度很高，请小心不要被烫伤哦。淋浴间，蒸汽室同时兼具淋浴间功能。为了让您享受到戏剧性的淋浴过程，这样女的应该脱衣服会比较好一点。一支麦克风式莲蓬头，墙壁上的双切按钮可以让您切换淋浴模式。您可经由标示选择莲蓬头或是侧冲功能。你有没有用侧冲？贴心服务，休闲旅游住得顶级，吃的当然也要最好。这是本馆专属的用餐环境，提供您中西自助式早午餐。这是早餐是肯德基的，满足我们吃的是中餐。如果当您错过丰盛的早餐时，我们还可以提供您享用中餐的权益。当然喽，为了不打扰您的安宁。